轰隆隆的引擎声夹杂着孩子们的笑声，位在新竹县偏乡的坚实国小来了平常少见的重型机车，校长和学生们终于圆梦跨上重机，每一个人都笑得合不拢嘴。由竹女国际同济会、新竹县爱心精英会、丰上骑士队及新竹县横山分局联合举办的圣诞感恩祈福活动，除了让孩子们体验重机，也送来了满满的礼物及民生物资，并让会员们乔装成圣诞老人及卡通玩偶，现场玩带动唱，希望带来欢笑与快乐。哦，我们其实都是上班族啊，其实也不是那么富裕了啊，所以只能够用，我们只有一台车，所以我们只用车的方式来分享跟圆小朋友的梦。所以待会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他们？我们让每一个小朋友坐上我们的重机，在篮球场绕个两圈这样子。我们今天带来了，当然丰上有名的非常好吃的蛋糕，当然我们给每位孩子一个简单的礼物，然后我们还给所有的长。就是部落里面的长老，我们给他们带来了暖被，让他们有一个暖暖的冬天。因为乡村的小朋友他们的资源不够，再加上因为在乡村父母亲大概都在外面比较多，所以陪伴的人也比较少，相对的在都市他们的资源又多，父母亲又特别宠爱，所以说希望在都市的小朋友看到他们以后能够真正的珍惜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以及爱心。对对，我觉得呢，给小朋友一个寓教于乐的那个节庆，就是说在偏乡的小朋友，他们虽然享受到的资源并不会说很多，但是他们会觉得说，哎，我们大哥哥大姐姐都从这边来，有的送蛋糕，有的带他们骑重机，让他们一辈子难忘，还有送接到竹女同聚会的礼物等等等。那他们呢，以后长大了以后，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也懂得付出，然后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地处偏远的坚实国小，学生一半以上都是弱势家庭或隔代教养，资源也较欠缺，孩子们的心愿有的只是一张书桌，让人不忍。校长及横山分局也相当感谢各界慷慨解囊，一圆小朋友们的圣诞心愿。我非常感谢非常多的善心人士能够来到我们坚实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透过圣诞节庆祝活动，我们也让孩子还有我们部落的长者都得到他们的礼物，让他们心中充满温馨，也能够在这个时候让他们家庭或者是我们学校的每一位伙伴得到他们想要的圆梦礼物。这个过程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小朋友呢在圆梦礼物当中把他们的想要的礼物，再透过这个机会，很多的伙伴来帮助他们。那我看到孩子们有的是想要书桌或者是睡袋，或者是运动器材，小朋友都拿到他们想要的礼物了。我看到孩子们脸上的这个表情，我非常的开心。我相信也可以从这里看到，我们的孩子也更温暖他们的心，也盼望他们未来能够也把他们的爱心献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感谢竹县的爱心精英会，还有竹女的国际同济会，还有丰上骑士队能够提供物资。在22号、23号、24号分别送到我们的恒春国小、还有田寮国小、新乐国小以及坚实国小，把这些物资送给我们这个偏乡感谢他们的爱心。我们恒山分局也很乐意参与这个有意义的爱心活动我们在连续这几天，我们看到原乡的这些小朋友的活泼纯真，还有他们的才艺，都能够受到相当大的肯定我们也呼吁各界能够将爱心持续的来关怀我们的原乡让这些小朋友能够快乐的成长。年底是感恩的日子，不仅坚实国小学童收到善心人士送的耶诞礼物笑开怀，部落长辈们也都有暖暖的棉被及电热炉，今年的冬天要让部落居民暖身又暖心。台播新竹曾维伦、李介荣采访报道。